这什么？这他手动在转吗？不知道这把小天会不会玩那个 EP 冒开？回头灯火，但还是被拉回来了。这闪现 OK， 脾气这么大，哇，兄弟！喂，上把被打生气了。哥们儿，脾气玩游戏脾气能这么大的？那都冒凯来捆了。冒凯要到了，但这波卡丽萨手里握着进化的是有空间一打二。先 Q 闪，哇，这处理方式那没得操作。让你刚着急。哎呦，先 Q 闪就没得玩了呀！这小天这波太夸张了。这个时候就拼打野是吧？路人局就是接一个打野。玩 NM 螳螂？问号。打野 GAP。来下路帮你爹，早赢了，还在刷？问号。卡莉不刷可怜啊！哎，身上有。有复活怎么说？身上有复活，还是被打出来了。想换掉了，都活了，又死了，又死了，感觉也无所谓，因为这波 Oh my G， 哎，技能全空，想杀哥哥，哥哥还死了，看一下后续，茂凯也倒，海瑞还能操作吗？操作不了了，那算了，这波钻是打钻的，但是虫被滔博吃了。来了，撞墙没撞到还，那直接拉了，生气了，不管了，反正没闪的三六九想换，还给他换掉了吧，差一点换。哎呦，点又来了，维克还能吃个头，不是赚发了，感觉是队伍差距，就到这种差距的程度就。那为什么 ONG 敢给滔博就是单拿一个飞机，既然还有队伍差距？对、不知道啊，就是不知道。太痛了呀，飞机！感觉 OMG 是不是游戏理解有问题啊？还是小方不玩 AP 打野？不应该吧？正常情况下，如果中路是 AD 的情况，你打野一定是 AP。但上把他们选的是飞机加瞎子，就这辈子你只能见到一次的终结组。来打刀想封路、把杰克封过来了、怎么说杰克被掏了两下差点被秒蝎子把飞机顶墙上螳螂隔墙一掏把飞机掏死了、但骚博还是有四条虫下路想越、拔毛没死哇、极限四虫也能出小蝌蚪这里是什么好凶哦直接还逼得进去就这样弄进来了吗？就等一下，帮他。啊！这波大失误，田野。他 A 能 A 到的 ，A 个 E 坠就死了。他在能 A 到的那个 timing 放了个 E， 他 E 还没撞死人，然后 E 的后摇又长。边没有墙体，哦，这里是直接过来想摁来，那蝎子所有的控制技能都已经交过了。这个我刚看拉的蛮好的。哎，答案飞过来，想过来硬弄田野，田野先被秒了，但螳螂 OK 交闪拉走，猫凯捆两只，但是捆的是有卡莉萨的。飞机到位，奶油来了。哎呦，这卡莉萨没死吗？小奶油想硬换，换掉了，但自己也倒。不过正面打赢了，螳螂怎么也死了？最多二十，前面。点。一
经又是这个局面了。哎呦哎呦，压力太大了，压力太大了，玩游戏。这卡莉丝塔走出兰博大又被大树给拍回去了。就在中路站了一下，直接没有了。那就这种突然死亡，就是很突然，就感觉上一波打完之后，其实明明是 ONG 找的机会，然后突然就打不了了呀。好委屈啊，这卡莉。对，你要不然就不玩螳螂嘛。你要玩螳螂，你就得还你玩螳，你就要玩，你要就今天就必须就要玩螳螂，老子不玩螳螂不打了，你都得往下路看一眼。哎呀，这种不能找英雄的理由的，委屈。哎，来了，要摁来月，怎么说？给大招接台、就是，但是你这台也太早了吧？这也太尴尬了吧？往接子，然后再一。小闪先拉出去，怎么说？安吉拉抬好了，但是被 W 控制抵消。这生物掉了，这把很快。真的挺神奇，就是看这几把比赛，这个人头比都没有说拉开很大的差距，但是就是打不了了。是，哎，还在阴。W 这控制抵消了，左眼雀伤害低到好笑，哎，大石子中了，那就能追。点个蛋，你还追吗？后面亮踢了，来了，只能往反方向走。369来了，警告。怎么说，螳螂是不是自己？哎，干嘛去了刚才？我还以为他自己掏小龙去了，结果一看小龙还没出生。大哎，打安，打安有闪吗？有闪，先拉回去。列娜打交个大招，哦，蝎子大招拉空了。就是大龙兵团交闪，抬回去了，哎，危险！我三六九先被秒，蝎子身上有列娜塔的附魔，列娜塔闪现吸，难道说能换吗？小法还是冲定了，哎，安吉拉再抬回来，又撒石阵的，我有这么大恩了，谁打恩？打恩！哇！喂，打恩！小方不急，翻了。啊！我意外总是频出。我说实话，这波小方不急真翻了。哎，怎么加没了？这，好吧。哇，大恩这么猛吗？再抬回来，有大石子儿，大石子儿减速。还是肉。壮。哎，抬，但是没打撒石阵放出来，好像一波哎。那这位置，哎，人呢？卡莉莎，好突然哦！刚刚不是还有点希望的吗？知道啊。我有了，拉三个但是有什么用？哎呦，展示一下吧，我能拉三个。怎么说？还有两个兵。小方，掏一个来拯救一下。那还剩一个兵，怎么办？救一下，救一下。好，兵扛塔了，上路也有限，小方。小方他能做什么呢？小方小方他能做什么呢？被 W 捆住，刷点伤害吧，一直拆就行了。刷点伤害，哎，对对对，稳住，没事，就突然没了。这啊，24分钟，哎呀，如果手不是上一把24分钟啊，要不我不好意思，没太时间。如果是滔博的话，我只能说能理解。好突然啊！不是那一波，本来前面看着确实滔博已经很碾压了，然后那一波突然间 ONG 又打回来一点点，看似 ONG 好像能抓住机会，但突然又没了。嗯，就真挺突然的 ，ONG 的就在中路清线啊，清着清着就结束了，蛮意外的。好快！很正常，以为他虐菜猛是随便乱吹的。那主要他基本上虐菜每一把都长这样，
就前期随便就给对面玩一玩，就可能对面前期看着没有说给很大优势，对面可能还能玩一下，然后突然两波直接就结束，就直接结束，他也不是跟你搞什么那种，可能会小收一波，但是马上下一波直接结束了。